蹭呢，有人找我，你看咱们现在有一个亿了啊，一个亿啊，我们还记得吗？你们还记得吗？有一个老头子，你看能传授一个老头子的技术啊，可以赚大钱呢，跟建波轻松赚钱吧。好，咱们解锁啊。这个是秒速点击十次，维持技能十秒，冷却时间300秒啊。这个就是什么他们所说的强化，这一个的话可以点击，自动点击吗？应该是。来，我们抢一下，看一下我有多少个啊，我也忘记了我有多少个，随便吧，就来抢两下。好，没完了，都白了。好，可以收到两个哦，达成了。好的呢，然后现在我再升哦，没有了，我现在没有了，没有药了啊、哦、没有药。诶，那个大叔哦，在这边，这个大叔，等我一下啊、哦、我看一下，现在我是6000万了。好，试看看。哦 no， 你看咱们就1亿了，又有回1亿了啊。哎，简单的，简单粗暴啊这个。哦，他还有转一个圈圈了啊。大概多少分钟可以再转呢？看一下啊。哦，给了我一个亿啊。数字界给我1亿啊，刚才有600多万啊。点了过后有1亿啊。有给回1亿啊，每4分钟给1亿，不错啊。这个是点击那边的，它是算点秒数。所以意思说的话，我这个越高级它就给我越多钱的意思。咱们试试看呗。再剩多10G，还有钱呢，10G还有钱。好，再剩呗。哦，没钱了，不够钱了，290已经是最高了啊。等我们再来轰他一下啊！啊，点击25了，25万呢、啊，点击啊，点击低于25万，不错了啊。抱歉了，我的心思太多了，太多人找我了，没事，太多人找我了，咱们就一直点吧，狂点。哎，可以升了，终于可以升一级哦，裁判官。咱们要升到裁判官去10级啊，10级了过后呢，咱们要什么把他国王给解锁啊，王啊，看到有个王字吗？把王给解锁，连王上都要给我们请回去啊，做我们的兼职啊。好嘞，现在我有300万了啊，400万都还可以啊，500万也要来了啊，600万到不到啊？不过我点多两下就到了啊，700万到了啊，8000万到了，我讲错了，每次都讲100万。人家已经是千万了啊，1亿来了，1亿在弹钢琴的，我现在是70万的一个人了啊，每一秒不点击的话我得70万的，何况我点击两个手指一起按，大概有一个60万吧，哦，大致上60万加70万就130万，现在蛮快的哦，哎呀，9级了，1亿要来了吗？哦，还差1亿。我们少1亿啊，你看我们那时候1亿嘛，你看1亿啊，还差800亿、啊、我这个一到了过后我30万吧，30万来说应该是点击30万蛮快的哦，我应该能点得过吧啊，这轮升完这一级就王来了，王来了啊、哦、王来了，王我不知道多少钱呢、啊，是1亿嘛，我怎么感觉王好像便宜啊，1亿而已啊，啊，上面那个都是1亿400多万，这个王才1亿嘛，我看一下王1亿，真的是1亿，来我们看一下，王先生跟我一起行起建造，什么啊，兼职建歌城啊，行起啊，反正无聊，要不试一试。
兼职费呢，不要钱，不需要钱哦。他说不需要钱哦，把钱捐款吧哦。哦，好的呢。现在原本是70万变成91万了哦。哎，然后，哎，我认为我的一个亿很容易就达到了，我觉得我很容易就达到了一个亿，哎，你看一个亿多一点，行，起都起得到去，95万了，哦吼，95万的部分，咱们。别忘了啊，每4分钟我就可以拿1万啊，啊不是1个亿嘛，那个自动把我拿了，对不对？1个亿，哦过了，你看过了，都有101亿了啊，有点过分了哈，哦，秒速黄金达到，过了啊，过了过后大家还记得吗？我这个老阿伯。可以维持久一点时间，或者是简短时间，哦，我又可以按了哦，可以按之前哦，秒数嘛，他应该是要等我这样子啊，你看啊，我才按那个老阿伯会比较多钱嘛，你看，大概七嘛，我算7万7千万啊，你看那个老阿伯这边摇啊，把钱摇完给我啊，哦，因为是30万嘛，他点八千率。30万比较多过25万，20多万了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我都2亿了啊，2亿了，买个屋子啊，疗愈一下啊。好嘞，2亿了啊。哦，你看我还可以买了一间屋子了啊。房地产那时候在资产那边给开，啊，你看，哎呀，2亿嘛，你看，你看。2亿就30万加起嘛，每一秒加30万，我外面都加的比你还多啊，110万了啊，101万，比你还多啊。所以典型呢是给很得空的人玩的游戏啊，像我这样不得空的，等一下就有时在线，有时不在线的，我都会坚持放强一点，点击放弱一点。为什么这样子呢？等我不得空的时候，他会一直帮我赚钱，挣钱啊。我们是还要上班的人就比较困难，要玩游戏，还要整 YouTube 给你们说一下要怎么玩。你看，我点击啊，一直点击就对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就看一下要1亿300。啊，不是1亿3千多，我现在就欠1亿嘛。你去看，我现在就欠1亿，我就一直狂点，升我的王。其实我不用升他也行了，因为我已经有他了。不过我觉得有他满级过后呢，下面那个条件会比王还要强啊。我们应该是这样子做啊。你看，已经跳到去131万了，每秒了。我秒数应该是蛮高了啊，131万了，坚持做起来，大家下次要做兼职，记得什么都不用做了，行乞是最好的。你看，行乞是完全不用任何的什么资本嘛，就去行乞一下啊，就有钱了。我手开始累了啊！我手开始累了，外面的摩托真的是过分了。哎，也不可以这样子说人家，人家也是要租借好不好借啊？好了，我手真的是累了，8千多万，你看，哎呀，一直飞来飞去啊，那些人呐、啊，过分。那我在手累了，不打算按了。就打算上来看一看，医生啊，医生就按一下呗，5千多就按一下呗，就没了，就这样吗？就升了2级吗？好嘞，是我的错，哎，我不该是你们的，
我应该是升这个的，一二，哦，我完蛋了，三，哦，还不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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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四，我真的是想啊，判他们那些飞车，四七哦八哦，你看，哎呦，我忘了，哦，他还有一分钟，不要，没有忘。点击嘛，我忘了，他点击会比较高级一点的话，我就拿了更多钱。啊，来了，哇，吃的好饱哦，吃不动了，吃完饭了，赶紧去学校吧。是，知道了，妈妈，太饱了，哦，咕噜咕噜。好了，哎，一分学校，哎，一分小学不是学校啊。国语书在哪来着？咕噜咕噜。好嘞，哦，找到了，咻，那个是不是饿了啊？不是，很饱啊，非常饱。这是我的饭盒给你吃，嗯。什么？在说什么？我很饱，吃了很多才来的。哭着累啊，怎么为什么突然这么哭？我真的是非常的饱，可怜呢，有多么饿啊啊！为什么我真的是不饿？真的，自己在想什么呢？不用客气，就吃了吧，没关系啊。啊，大家我很饱，看看我的肚子再说啊。我喝水，我喝饮水机哦。什么？我们的饭盒都给你吃吧啊，全部人都给他吃了，因为他是乞丐嘛啊。打包来的啊。哦，隔壁啊，小偷啊，我从隔壁饭盒都拿来了，哦，我没关系啊，你们吃饱的吃不完了，哦，还有不要说做这种事啊啊啊，把这些都拿回家的部分啊，老师没饭盒就把老师的衣服也拿回去吧，啊，班主任啊，不需要证，不需要啊，那个车马 也不对啊，呵呵，我的天哪，哎呀。抓小偷啊、由于我们班同学们啊、把自己的便当全部送给我，所以同学们不吃不喝的是越来越多啊。老师总把衣服和东西都给我来，搞得越来越穷啊啊！为了珍惜朋友，老师只能退学了啊，就这样退学了。有没有搞错啊？就这样子退学了啊？三百级了啊，我们终于三百级了，我们可以看这个了哦。转生项目，转生奖金点击金币追加一趴有用吗？好像没用啊，就别理他呗。好的嘞，现在对这个还差四级，下面这个就可以升了，我先升下面的吧。160多万，慢慢加啊、慢慢追加，好的呢。然后我这个可以摇嘛，可以摇，不过、没什么钱摇啊，所以我现在要冲到有那个比27万还高的那个，一点到有就摇啊，1亿多，1亿2吧算啊，现在1亿2摇，看能拿多少啊，看能拿多少，这样子就1亿了啊。我觉得我可以拿2亿，现在每摇一次啊，我可以拿两亿吧，算两亿啊，就算两亿吧，我可以拿2亿，不过那一边有3亿，我现在2亿的话，我可以点这一个，哇，好高啊，现在我大概200万了，可以200万，每一秒拿200万。加上我点击的话可以拿200万、哦、我点击比较快嘛、2亿4300块、哦、2亿4000嘛，好嘞，我就把你成全给你吧，2亿4000我还可以按得到300块，好嘞，这一个下面这一个大概要有多少啊，10亿吗？那个是10亿，应该是10亿吧，我现在是32万了，200多的，你看32万，
200多的东西，哎呦，太多东西了。好嘞，现在咱们捞上来看一下啊，我现在呢一就打个7000的底，一个就打6000的底啊，我一我就打医生，二我就打，科学家啊，我先打医生，然后再打科学家啊。好嘞，现在咱们冲。冲7000，冲8000出来啊！8000的话，我要升医生，医生上了，再找机会再冲。哦，还没好。你们还记得吗？我有一个2亿的家庭，还记得吗？我刚刚买了啊，我现在要等他赚钱了，挣不了钱，我就喷他了哦，喷他啊！你看300。32万变成27万，哎呀，好嘞，现在我来到了吧，你自己看一下啊。医生的话会比较高哈，裁判员的话更高，所以呢，我应该是选择，因为我要升医生的话，我要升科学家的话，我先升医生吧，医生，然后再选科学家，3000啊，好的呢，现在呢，这样子的话呢。这一个对决啊，我会选哪一个的呢？我三个都会选，放心啊，三个都会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选了最科学家的话呢，他下一级就更高，我这钱呢就没有这么快追到他嘛。你要看一下啊，我现在要追这一个钱，裁判官，我现在最少要领到4000，不然的话我很难熬的。好嘞，4700，我没有按到4700，我很难熬了。现在，你自己看到，我就点了一下，我就加了20万前面的人，1亿了啊！现在要升第二个东西，这个1亿上得来，我应该是要点到医生，点掉医生啊，因为医生可以帮我加八万嘛，哦。现在呢，我要点科学家了，科学家现在才点啊。科学家不急，因为他还有2级。你看一下科学家呢，我还要拼命的按啊，按到我手都有点累了啊，先休息一下呗，因为科学家已经好了。你看9000多的啊，我点一下，你看万那边才加1万多，唉，然后还是215，这个我一定先升裁判员。裁判员怎样说？哎呀，我还是放下吧。裁判员的话呢，你自己看一下啊。裁判员呢1.8亿嘛，所以我会先升1.8亿，然后再升2亿的那个科学家的啊，1.8亿先上。1.8亿先上，现在要2亿嘛，2亿2亿06的那个医生我不会先上啊，你们要看哪一个比较划算的，因为那个是已经是最后一级，最后一个等级了，所以会比较划算一点，因为它有8000数，我点击这么多，它还可以帮我加一下，所以呢，我点了，我加了600，看到了吗？27000变4万多，好嘞，4万多啊，25000变4万多的。所以啊，我说啊，你们要学会看，要先点击哪一个。我现在快是双倍，还没有到双倍呢。好，现在我再点这个，你去看一下，快吗？一下子就上了，对不对？我现在呢，我现在的话呢，我拉下来的话呢，我应该会先升个裁判员的，因为裁判员怎样说都是比那个谁高啊？2亿多了，我现在，你看裁判员好了，2亿多嘛，你自己看一下哦。国王都清零，可以点击了。我肯定成国王了，国王他比较高啊，
多钱嘛，他啊。自己看清楚一下啊，现在还要等吧啊，现在2900，然后还有这个可以按，它已经上了哈，上了1倍，所以它的翻倍的速度，你这个还可以自己帮忙按一下的啊。5亿，为什么呢？我不要点，因为5亿我可以买一间房子。五亿我可以买一间房子啊！好嘞，再重新2亿开始打法。像我这样子的话，我应该会先升裁判官。就算是贵了一点，我会先升，因为他比较多钱。我们是见钱眼开的人呢，他先多钱嘛。我现在是秒速。300万，差一点，300万差一点的一个秒数啊！好嘞，现在有点累啊，累了，我们就一点点慢慢按啊。其实不按我也可以过，因为我现在是36万，也蛮快的。其实36万蛮快的啊，9500，上了300万。你看一下300万，我都不是一定是拿300万的，每一秒就拿100多万的，好像100万都不到啊，不知道到不到啊，好像是120万每一秒，跳一下是120万，跳一下咚咚咚120万跳下去啊，现在是4亿嘛，4亿的话。我应该是会选个国王先，给国王先上，然后再来司仪上，司仪给他。先上国王了，上了。好快啊，1亿了，这样子就有1亿啊，再这样子下去就2亿了。我现在是用5个手指在点，五个手指在点，所以很快，3亿要到喽，4亿来了，4亿300多万，4亿3000到了，59000呢？你看啊，现在59000，点击变成59000啊。点击蛮快了哈，现在，不过不点击还更快，338啊。其实我不点也还好的，因为它跳得快，因为我5个手指嘛，所以它一直上，很快，一下子就冲破了哈。裁判官可以上了，哎，裁判官上不了哦，好嘞，现在呢要10亿嘛，不知道要多少亿。我现在1亿比较容易按了啊，因为我那边没有升级，不过我这边升级到20级，全部都有钱。现在4亿了，差不多。好了，不按了，太难了，太难了。我现在要按这个吧，12345678910，11213了。我们看一下追加的，刚才1趴变3趴了，看到了吗？变3趴了。就别理他。我们呢，现在呢，最主要的是把我们的这个力量充个上，把我们的点击的力量充个上，然后有的按就按了。7000，7700，8000，这么容易打的东西，你还给我8400？
8,900,9,300,9,800,好嘞，1亿了，终于上要1亿了哦，1亿3,1,180,1,000多，1亿1,900,1亿2,000,我觉得干了，好快啊，1亿3,000,1亿3,800,好快哦，呵呵，1亿4,500,1亿5,000,000,我真的好干了，我这个可以每强化一次6,000,000,6,000,000,我可以强好多次了，也是6,000,000,啊累啊，五个手指，就等一下吧，休息一下。啊，晚上差一点350了啊，等等吧，冲！好，调这个，哎，有人帮我点了，哎，没这么过分呐，啊，我好像可以冲到3亿去啊，不错啊，你看我还在再咬啊。6亿了，哎，10亿也是不在话下。好嘞，2亿多。现在我看一下我的卖卖房间，有12亿，这个是2亿变5亿了，我这个算了3亿啊，这已经是算3亿了，然后这个5亿赚了1亿了，哦，不错啊，快2亿了，哎，两个加起来我都赚了好多亿了啊。啊，把拍卖卖掉哈，哦，先把它卖掉啊，卖完了过后呢再买一个，哎呦，我可以买21亿的东西，买了我怕我很快没钱了，买了吧，21亿很简单了，你看我的资产就有一个21亿，看到吗，一直跳24,680的啊，21嘛，哦，然后我再帮忙点两下，2亿的我的房子我又可以买了。哦，还有那个5亿对吧？对呀，5亿，1亿有了，我这两个手指按了，2亿有了，3亿应该是蛮不错的，3亿要来了。4亿，其实我一个点击我可以5亿的，如果五个手指的话可以5亿，看，其实11也没啥问题的，如果我五个手指点的话，五个手指点的话，我11也对我来讲是小事一桩的，如果我没用11，好，11对我是小事一桩对吧，我刚才是说了对不对，对啊，啊，来，咱们来比对比对一下，看11行不行啊？31，我要买屋子的41，5亿了，我觉得不行，6亿了，觉得差一点点，7亿要来了，不可以放弃啊！8亿到了都，9亿也来了。可以啦，过啊，过啊，准准的，过啊，哦，过啊，谁说不过哈、哦？过啊，买屋子啊，然后他每秒会加钱，不买每秒他不会加钱的问题是，你看我这个有2亿了啊、哦，最大的那个已经2亿了，最大的已经2亿啊、哦，好的呢。我的房子也蛮多钱的，冲吧，我现在要11，又要多一个11，不过这个11比较难赚的哈、哦，比较难，因为奇异果没有这么多钱，所以比较难，
然后还有五个手指已经累了，没这么快，所以应该可以九一多，九一吧，应该是，可以停在九一已经算不错了，都说九一，哎呀，好的，十一了，嗯，十一，不行吗？原来十一是不行的，这个外星人，他是要110，我没力去按110了，所以我只能一下一下按了啊。国王的话就是一。不要，2000多亿，也是2000多亿，一下子到了吧，2000多，耶，还是2000多，不是2000多，是2亿4000多，嚯！肯定是破五神州的，250了，不是250，350了。350的话呢，350我的那个富豪之塔，哦，你自己看富豪之塔可以啊。局长是否有在世界排名为？这个是丰富。这些天什么变化啊？什么丰富？是富有吗？还是丰富？我忘了啊。秘书很少出了一个人，只有一个人。是的，一个新的人速达升到富人的地位。投资者没有，然后一个商人，一个技术家啊，没有。他是做什么的？一个乞丐。乞丐是，嗯，这是一个乞丐，我没听错了吧？号他是个一个乞丐，号他，那么号他是啥东西？你知道你有没有找到一个新的职位？一个乞丐？这并不是说，这是我们知道的乞丐。行，是的，他说请给我一些钱，请给我一些钱，是你的开话，你的笑话有所改进，嗯，他是真实的，不要骗我，认真。什么是一个乞丐赚钱？他说请给我一些钱，让我们怎么说，所以花钱有多少，他有量突破10000亿韩元，最后问所有的增长啊，哈，难道他做出行起10000亿？是，请给我一些钱吗？是，他是世界上，他是谁？把荧幕向上，先生哦，好，你认为乞丐具有？吸引资金的权利。毛比需要找出他是谁，秘书邀请他参加我们国家是凤伯格先生。请问你是谁？我在这里邀请你，我们的国王想见你。诶，我们的国王不想
看见到你啊，啥东西？谁是王者？他是石油，丰富哦，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世界上最有的人吗？但为什么要见我？这是一种邀请穷人吃饭的，所有的朋友邀请来了。哦，是不是有很多美食？可以赚点我的菜啊。所以然后我所有是了啊，我听起来很有趣哦，飞一起过完去啊的部分。这就是我们的国王这边，哥哥，去了是整车，哇，我第一次坐这个旅游行车，呵呵，我会告诉你是什么，我可以用我的钱坐，去啊去啊，呵呵，看我的财政大权。拿我的钱，我的钱，拿我的钱，啊，这可能吗？秘书，这是谁？我认为这是其他国王的国王。我是这个国王的国王，谁是乞丐？我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，这些金条是指我的宠物玩具，宠物的玩具呢？过了一会，吃饭。叮叮叮叮叮叮，叮叮叮叮，过了一会儿，那么你为什么叫我们？听说过你啊，我听说你是一个很有钱的人呢，我是一个乞丐，但是你的财产已经超过了一万亿美元，一万亿美元的部分呢，你已经很富有啊，富有啊！我会尽量简短，我希望你可以加入我们富人俱乐部。富人俱乐部这是什么？这是世界各地的富人俱乐部。不，我不关心这个，不关心这个的部分了。您订阅我们的俱乐部，你可以感动世界。我讨厌他了。那么你是为什么这样的呢？帮助有需要的人，哈哈哈哈。点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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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部分，行，如果你能帮我们争取赚钱比我们快，我们会让你捐些你的钱给穷人，我们会让您捐些你的钱分给穷人。但是如果你输了，必须要加入我们的俱乐部。好的，那秘书，秘书让会员召集在富人的堂，是。现在当你在这里，最富有的人等着你。走吧。这个就是吧，点击420金币嘛，就是金块，点击420个金块。每点击确认的金币，意思说是我的等级的部分嘛？我看到以下是看我的等级，
我的等级越高，我就可以点得更多的医生。不知道，所以的话，我应该有17亿了，我17亿的部分。哎，我高楼大厦吧还没买完呢，17亿啊、嗯，咱们每一秒才345万，要升一升了，不升不行了。400多，嗯。我是要冲破它，为什么呢？我是要冲破它 1.2， 我要摇这个哈、哦，然后我就可以看我要升哪一个，我可以帮忙按一下就更多钱了，我帮忙按就没这么多钱，我们按两下就7亿了啊，7亿16级，16级7亿。好，7亿已经到了，11亿都有了啊！哎，可怜呢，7亿了吗？看一下啊，7亿、12亿、12亿，先生国王吧，国王我可以一直，哎呀，一直加钱，国王可以一直加钱进去，国王加钱多啊。咱们就要国王啊，国王加钱多免那个7亿少啊，现在国王已经是要10亿才能上了，445万了，这么快啊，因为国王的部分嘛。好，现在我要7个亿嘛，7个亿的部分7亿3000多上到啊、哦、现在这国王吧，在国王十亿啊，对啊，十亿的部分比较困难，哎，行起十亿困难啊、嗯。刚刚是420嘛，我现在先想升一下我们的瓶颈啊，你看一下啊，420嘛，我们看一下我们富有之塔还是420啊，还是点击还是420，太少了，我们点不过人家的，67万的部分呢、啊，点击。67万的部分啊、10亿吗？是啊，10亿，我要10亿少亿差清给10亿7000多，所以我要加4亿，4亿的话我应该是用三个手指点应该够了，够了吧，如果5个手指的话更快啊，不过没用啊，快没有用的，其实这个游戏是慢慢玩比较安全，手指不会累死啊。看，有了，有了十亿了，嗯，现在有一个亿，494了，快五百万的，现在要加那个审判员的战斗力啊，十亿了吗？对啊，十亿准准，看一下啊，十亿八亿哦，八亿一到。113000多，好，有了，现在国王，国王清零，14亿，15亿吧，我在等了，等人来救我啊 ，money。看一下啊，阿古潘达15亿，还相差10亿啊，我们慢慢来按吧。7亿了都，还怎么慢慢来啊？7亿了，15亿的话，哦 ，Oh my God， 来啊，怎么还差5亿？4亿，3亿，我觉得好慢啊。2亿了，1个亿啊，说好累啊，真的是好累啊，我不想按了，其实我有500多万，好的呢，我老板回来了，有什么问题明天再来呗。